我们不管是警政部门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国安部门啊，都没有经过不实查证，都没有接获任何关于 IS 入境这样子的讯息。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这个议题，我们随时都有掌握，而且随时都有密切注意。那目前为止呢，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讯息，请大家放心。而且经过我们长期记者演练啊，经过不断的筹备，我相信这方面的课题我们都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啊，请大家放心。部长，因为听说是移工身份，劳动局接获的是移工的身份，又是清查到移工这一部分吗？我们经过复试查证，并没有这样的讯息啊，目前为止都没有这样的讯息。部长，所以请问台北市劳动局有跟你们通报，然后你们查证发现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还是没有跟你们通报？我们经过复试查证都没有这样的讯息。好，那我们对这样的课题都会详细的查证，用最高规格的方式详细的查证，请大家放心啊。